日前有记者探班火箭少女101，中美少女练歌练舞花絮曝光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每个101少女都很专心致志，在练舞房挥汗如雨。网友看后纷纷表示支持这些小姐姐，你们是最棒的，相信你们有付出就有收获，加油。火箭少女101自成团后人气一路高涨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粉丝们的心。然而人红是非多，近日孟美岐后援会却爆出了火箭少女101成团发布会延迟的消息。随着事件发酵，甚至有网友称火箭少女101已解散。对此传闻，火箭少女101官博直接晒出了队员的练舞照，组合解散谣言也不攻自破。7月10日这天，还有粉丝晒出了在北京欢乐谷偶遇火箭少女的组图，照片中并没有摄像团队跟随，应该是女团成员私下的活动。此次到欢乐谷游玩，杨超越、雅米、赖美云、腹肌、小彩虹、徐梦洁均有出席，五位姐妹花还在园区合影，关系十分亲密。该网友爆料，自己只见到了火箭少女101中的五位成员，可能是单独行动，也可能是分了两波，在园区玩项目时也有乖乖排队，并没有因为明星的身份搞特权。